那我是除了看我那个博主种草之外呢，我有做一下功课，是首创的一种抹布，有54根鲨鱼线，跟它这个就是包装上差不多吧。所以他们家这个最近是在 Olivia 夏季面膜口碑榜里排的还挺前的。这个是鲨鱼线，他说一共有54条，能更好贴合皮肤，然后有那种提拉的效果。我追的那个韩国博主，他当时视频上是说这么扯这个膜布，但是这个膜布的韧性特别的好，它也没有变形。贴这个面膜有个重点，就是它这下边两边小翅膀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往上拉，提拉到这个太阳穴的位置，它就有那种提拉的效果。这边也是一样的。上脸的话，感觉他们家膜布还是挺舒服的，稍微有一点点厚度，就不是那种特别薄，然后容易就是精华蒸发的感觉。